家咧喺橋牌嘅比賽中心嗰度啊，咁咧就今日咧就係決賽。好感謝咧，就係橋牌總會咧，就係能夠訓練出一班咁好嘅運動員。就去到咧，就係參加今次嘅亞運。我祝賀佢哋咧，就係繼續努力。我哋一定全力支持啊！佢哋咧，希望佢哋可以去到第三屆都能夠咧有橋牌呢個比賽。